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绿线电影。今天我们说的电影是《上帝保佑美国》，于2012年5月11日在美国上映，由伯卡格德维斯特执导的一部美国喜剧犯罪电影。中年男子弗兰克对聒噪的世界深感麻木，他的生活如同一潭死水，每天浑噩度日。他对自私邻居的侵扰忍辱退让，对前妻再婚和女儿叛逆感到无奈，对不知廉耻的电视真人秀选手反感厌恶。终于被诊断出脑瘤和丢掉工作的现实把弗兰克彻底击垮。正当他想以自杀了结此生时，真人秀里贪得无厌的选秀女孩激发了他潜藏已久的憎恨。他决定以自己的方式让正义得到伸张，于是弗兰克出门杀死了他自认为该死的邻家女孩克洛伊。这一幕被另一个女孩洛克西目睹，洛克西同样厌恶着充斥弊病的社会，他主动参与到弗兰克的杀人计划，两人携带枪支走上大街，大张旗鼓地玩起了杀人游戏，成为新闻追踪的焦点。一部特立独行的电影，这是一部疯狂的电影，这是一部有些颠覆价值观的电影，这也是一部略带反社会色彩的电影。总之，这是一部让人看起来很爽的电影。就说这么多吧，喜欢的朋友点赞、评论、转发一下吧，我们下期再会。